通知我妈妈没有拿给我，因为她那时候收到了，但是去住院。她是应该是这样吧，因为她前一阵子住院了、结果说有不喜欢我的人通知我去，你不去，这个吗？不要让我找不到人，可不可以？当我的信义分局叫你去做笔录，你就给我去。懂吗？不要给我借口一堆。如果你妈不会把你的信拿给你，你就把信箱给我背在你的身上，懂不懂？我只嘛，我先讲一个，我要哈请求哈传唤证人，因为我后壁加一回魂哈，有证人看到，差死，真正看到我。你来看，你买阿啰嗦，我是问你讲，你有何解意愿？你敢传唤什么证人？传唤证人，你敢搞？那真正是你犯的，我来叫你卖何解啦？啊，就是不是我犯的。我唔是的，我唔是的，讲我改何解好啊嘛？你可以为阿听到嘛？啊，那确定是伊不要和解，我要让他去坐牢，听到没有？哦，啊，说句实话，我不喜欢他，要不要配合我？要不要配合我？对啊，啊，我要抓坏人，你们叫我不要抓，没道理吧？啊，这个人在路上，如果真的是这样开车横冲直撞，搞不好他会撞到人家、啊。要说小朋友被他撞到怎么办？我很担心啊，我决定把他关起来。啊，你们就要听我，我不可以跟他和解，好吧？啊，如果不是他，那就不是他，好吧？看他那个样子有没有？看他那个样子，就想关他。废话不用说啊，慢慢等。看有没有治疗你。哦，交管两个利益的。谁啊？所以很猛会打人是？还是因为你坐过牢，所以你觉得了不起是？啊？你不知道是我管的是？你不知道你不管关四零还是关五零都是我管的。啊？我是真是激动啊！我无甲你讲，我咧插伊。大家礼拜嘛爱甲我讲，啊，我一个月办百几件，敢欠你一个？我咧吉安，你有甲我老实讲？你无老实讲，我就办你无呀。无啦，我直接挂机。啊，反正咱就决定，决定决斗嘛，我想要嘛。你遐你无做。哎啦，我就是讲事实，我若有做，我就有做；我无做，我就无做。啊！你我即马来讲，我认为你有，你有意见？你接你就认罪，第二条你就是无认罪，咱来欢迎讲。我认为是你，你头下迄种好难的。我那我是想我。啊！就来决定决斗啊！对啊，我明白你意思啊，咱就来拼啊。我车是啊。我是讲事实。我要跟你拼，你看我袂啊。看到人受害，我当然要跟你拼啊。我的责任就是找恁甲恁车司。我知哪拄着你无？有你无？有你啦，哪拄着歹人你安尼哦？对啊，啊我当然认为你死啊！你当然认为你唔死，但是我认为你死，安怎？安怎？啊！你看报纸，连恁家己查某囝拢徛的，讲伊咧惊教伊查某囝性教育，伊敢会认为是歹人？伊敢会认为是歹人？是不是歹人是我放啦？